其央视主持人，就不得不提刘斌极佳的主持功底，受到了无数观众的肯定。而后转职当演员，也给观众们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。虽然事业方面得到了无数肯定，但他的感情道路却十分曲折。刘斌共有三段婚姻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演员史兰芽。本以为两人能相守到老，但结婚没多久，两人就感情破裂离婚了。刘斌第二任妻子是制作人许多，许多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，可在甜蜜四年后，两人还是离婚了。而最轰动的，则是他与第三任妻子王丽君的故事。这位夫人来头可不小，是马蓉的闺蜜，两人相差20岁，这段老少恋还挺甜蜜的。王丽君为刘斌生下一子一女，本以为两人能一直